大家好，我又来了啊，我叫冰磊啊。首先呢，今年是小年，给大家拜个年啊，新年快乐啊。我们这边呢是吃火烧啊，今天大家有没有吃火烧啊？新的一年过太快了，一眨眼一年过去了，对吧？大家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新年目标，新年的愿望？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回不去家里过年了，但是都一样，因为疫情嘛，配合疫情，是吧？也都是过年，对吧？配合国家，然后不给国家添麻烦，对。他们少，然后要钱。痛你小的时候经常吃这个，今天我看到了，我说哎，尝一个，但是他吃着吃着就让我回味到童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两毛钱一个，现在涨价了一块一个，今天这东西都一块一个，而且还特难吃，特不好吃。你们小时候吃过没有？你们小时候吃过这玩意儿？嗯，他把这玩意儿也，我记得小时候就是一毛钱两包那个萝卜丝。还有那个一毛钱两张那个辣条，后来成一毛钱一个，然后变成慢慢长大以后来啊，变成两块钱一包了啊，一般买的还是两块钱一包了，现在就特难，特别特别难，就是去回味童年了。希望你们能够关注冰磊，啊，支持冰磊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啊。